成套功夫太极线总共有18个动作，我们分开3组动作来练习，每一组有6个动作。今次的教学将太极线和武术结合，令练习姿态的动作更加优美。我们即刻去练习第一套动作啊！我会示范第一组动作先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订阅、like 和小铃铛啊！我们现在开始教学的部分。第一式起势，我们用左手来执线，两个手指上面，三个手指后面绑住个线，双手垂低放松，将重心移在右边，提起左脚脚踭，横跨一步，耳肩同阔，吸气，起手，双手向前，双手向下按，两个膝头哥慢慢弯曲，这个手来到丹田位，做个平衡。第二式，黄蜂入洞，双手顺逆针划弧，慢慢带动个身向右转，右脚脚尖向外撇，右手执线打开，收翻个左脚向斜前方伸出，重心移喺左边，将个线慢慢刺向斜前方。第三式斜飞势，双手划弧，勾翻左脚脚尖，收翻个右脚，做翻个丁步，双手摆喺左腰侧，开右脚，将个线慢慢斜拉上，眼神望翻斜前方。第四式初现凌空，重心移在中间，做一个穿字掌，而重心去右脚，将个左脚提起，摆在右脚前面，右手继续划弧开线，眼神望翻斜前方。第五式哪吒探海，先做一个手腕花，然后开左脚，右手继续划弧，向后划弧，个线来到耳肩同高的时候，右脚向前迈半步，左脚跟上，将个线向斜前方低个方向刺出去。第六式云手，左脚向后开，重心移在中间，左手划弧，右手划弧，做一个马步量线的动作。六个动作我们练习完了，做一个收息的动作，放松，慢慢将脚收回。